阿弥陀佛呢，它的存在就是主动的、积极的、平等的、无条件的要救度我们。它呼唤我们时节以来啊，每日每夜每分每刻每秒都在呼唤我们，都在拜托我们，都在祈求我们啊，要我们呢给他救度啊。所以我们呢信受弥陀，就跟阿弥陀佛呢就融为呢一体的，永不分离的，就跟阿弥陀佛啊，阿弥陀跟我，所谓机法一体，佛法不二。